歌利亚的秘密。掌声鼓励鼓励。请问你们刚刚对我们好声音会自动掌声鼓励，这样我就忍了两秒钟，空气瓶出现了。真的，瞬间凝结这样。嗯，然后这样培养一下默契，大家都年轻人了。对啊，这样我们在台上才不会感觉到有点尴尬的感觉，有点冷的感觉。对，阿生，我声音有点扁扁的，帮我加一点中好。